10月2日，柳岩陈磊在横店参加某节目拍摄，柳岩透视背心性感露腰，丰满上围呼之欲出，并且在横店的广场上打起了乒乓球。上围丰满，他如此激烈的运动自然成为网友关注的对象。有网友看见照片称，这简直就是新时代的小球撞大球嘛。有的网友更是直截了当，波波相撞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优酷选娱乐整理报道。